当时是8月30号上午吧，上午9点多的时候，我去那个我们市区里面有那个社区服务站和在做那个核酸检测，我连续去了好几个点，然后排队的人员是特别多，一线的医务人员又那么辛苦，并且我又是一个这个餐饮的从业者，我就回到店里面，我组织了2个店，30多名员工，然后就是在加班加点为他们这个做这个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，能够送到一线上去，连续送了3天，今天是第4天，将近10000份啊，对，都是你们送的，还会继续送，只要他们那个检测点不撤，一线的工作人员需要我都会给他们送。